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后，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主题主线，稳中求进，开拓创新，埋头苦干，扎实开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他们是张德江、李建国、王胜俊、陈昌志、严俊奇、王晨、沈月月、吉炳轩、张平、向八平措、艾利庚一明八海、万恶香、张宝文、陈竹。习近平、胡锦涛、李克强、余正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在主席台就座。在为期十二天半的会议期间，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等各方面事业和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2013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部署。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大会应出席代表2986人，出席2948人，缺席3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闭幕会由大会执行主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上午九时，张德江宣布大会开始。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决议指出，会议高度评价过去五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会议认为，报告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切实可行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
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3年中央预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三个报告。完成这些议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说，各位代表，这次会议选举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对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个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忠实于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绝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各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接力奋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今天，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胡锦涛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十年间，以丰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勤勉的工作精神，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我们向胡锦涛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习近平最后说，各位代表，实现伟大目标需要坚韧不拔的努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中共18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始终埋头苦干，锐意进取，不断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更大的胜利，不断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张德江委员长随后也发表了讲话。张德江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吴邦国同志，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张德江说，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选举我担任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是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仅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我们将同全体代表一道，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绝不辜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张德江说，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任务。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以往各界人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扎实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维护法律权威，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张德江说，我们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要着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宝、许其亮、孙春兰、孙正才、李元朝、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杜清林、赵红柱、杨晶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始安列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列席大会，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10时许，张德江宣布，各位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议程已经全部进行完毕，请全体起立唱国歌。
现在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17号下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同他们合影留念。